人家叫我阿雄啊，今年42岁，一路来在卖菜老贵卖21年了。都以前我是一个学徒来的，after做完兵之后，每天就是洗盘啊，做那些拉拉杂杂的工作。大师傅叫我们炒的时候，荣幸啦，然后我们可以学到他的功夫。就是从那时候起，连我跟我爸爸两个都一起都是做菜，都是做到现在。我爸爸是做杂货的，以前蛮辛苦一下的，所以我就叫他出来一起做。我们就两个在一起，在一个同一个巴萨，一路来都是这10年都是一样。我喜欢煮，所以你喜欢煮，你有那个 passion， 你能够把那个东西搞好。就是说每天早上来到这边，就是要给 customer 吃的最 best 的。我每天来，我不管什么，今天有多少个生意多少好，第一点一开炉炒就是 serve every plate must be standard 在那边。第一，你要做你这个 career game 的时候，你要有 interest， 你要喜欢你的工作。第二，你才不会说每天 drag 你来去做工作。